好啦，咁咧又係 IT 新世代嘅時間啦。今日咧又有我哋嘅嘉賓阿譚偉豪 Samson 喺度嚇。係，真係好。Samson 今日講咩咧？香港咧其中一個支柱咧就係呢個物流業。咁啊，物流業同運輸業咧，其實而家面對都幾多壓力同埋挑戰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知道咧 IT 同物流業好多關係。咁所以我今日咧揾咗一個物流業嘅朋友阿波，同我哋講下呢個行業嘅同 IT 嘅轉變。喂，阿波嗱，即係話時話講開物流業咧，即係而家咧傳統嗰只咧已經唔得㗎啦嚇。即係我諗咧，跟住嚟緊咧就要用一啲比較嚇新鮮嘅思維嚇，然後去推動成個物流業嘅咁。咁其實呢方面喺IT 方面同你有咩配合呢？其實咧就講翻傳統嘅物流業啦，咁就面對幾大嘅競爭，大家都知道。咁就佢哋需要用啲新嘅技術去幫助佢哋去改善佢競爭能力。咁用技術咧就IT 係其實一個主流，係可以馬上去改造咗佢哋行業個競爭能力嘅。咁佢用嘅技術咧就有 GPS 啊，有 RFID。都是用在那個技術改造方面。其實如果聽阿波這樣說呢， IT 在這方面發揮作用很大。是的，剛才阿波說了其中一個是 GPS， GPS 就是那個全球這個定位租張系統。有些人就拿著自己一個就去旅行啊，或者去 shopping 啊，去郊外旅行就找地方。其實在物流業汽車導航裡面其實都應用了很久。香港好像說已經有幾千架車咧裝咗呢啲系統，令到佢哋成個車隊咧更加有效嘅。波係咪可以介紹啦？係冇錯，GPS 咧就其實個應用都幾廣泛嚇，喺嗰個物流行業嗰度，我相信應該有幾千架車已經安咗。咁佢主要咧就係增加嗰個管理能力。公司可以即時調配到嘅車隊。同埋咧就佢而家油費貴。咁咧就貴。基本上佢係可以令到嘅車隊咧嗰、那個做多啲嘢，基本上簡單咁講嚇。我知道特別係有啲叫跨境嘅汽車啦，跨境汽車咧你知道即係要兩地咁樣啦，有好多時候塞車啊，或者突然間咧有啲貨要接啦，咁又要去到第二度。總部咧真係唔知道架車去到邊度咁啊，下下打電話係唔方便。所以咧而家喺個系統裏邊一睇咧睇到曬，哦邊度有車邊度有車，即刻調配咧效率高好多。冇錯，打電話俾佢都未必真係知道佢嘅車係咪喺嗰個地方。司機話俾你聽啊，我而家喺九龍城，咁佢分分鐘可能係喺觀塘咁，仲食緊個下午茶餐咁。所以有咗 IT 咧，一睇就無所遁形啦，準確度完全掌握得到。冇錯。GPS 是一個應用的層面，一個 device 令到透過呢個接收器，咁咧就將個信號可以傳送翻去一啲後台系統嗰度。所以其實咧，所有 GPS、RFID 呢種技術係同 IT 技術係一齊咁樣結合咗起嚟，一齊係令到呢啲咁嘅新嘅技術咧係可以好有效咁啦，同埋好廣泛咁應用喺一啲實際嘅行業上邊嘅嚇。嗱，阿波你頭先就提得好啦，嗱 GPS 就追蹤架車啦，RFID 就追蹤啲貨噶咯，係咪咧？RFID 係可以追蹤貨嗱，RFID 咧係一個電子標籤，咁咧就基本上電子標籤就用咗好耐啦，就譬如一啲收費系統，即係汽車嘅一啲自動收費系統都用緊 RFID 呢個標籤。但咧就因為佢嘅發展咁啊微型化，咁將來咧就係話講緊每一件貨都可能會有個標籤，咁因為每件貨都有標籤，就可以追蹤到每一件貨嗰、那個去咗邊度或者由邊度嚟。咁尤其是咧，我哋見到咧就有一個比較有趣嘅一個使用食物鏈、食物供應鏈。咁我哋而家話雞又有事啊，魚又有事啊，菜又有事，而家已經係用緊呢啲技術咧，就係、是。去追蹤呢啲咁嘅食物嘅源頭同埋佢個過程，咁令到譬如而家雞有事，可以馬上知道呢個雞可以由邊係邊個農場嚟嘅，就唔使而家咁樣係哇就未知啲雞係邊度嚟嘅。係啦，而家都未揾到源頭啊！成日講啲走私雞啊，就係如果第時咧每一個家禽咧都加一個咁嘅叫做生物認證啊，RFID 啦，嗰個走私咧基本上咧就容易知道咗。即係個源頭喺邊度咧？起碼好快咁樣去揾到源頭。即係變咗佢哋 IT 方面嘅發展越先進，就越能夠配合你哋嘅工作啦，係咪咧？應該係咁講，可以咁講啦嚇。呢個亦都係講緊啊 RFID 咧，第時成為呢個物件嘅物聯網嚇。
即係舊時咧，互聯網有電腦同電腦啦，加埋所有物件聯繫曬一齊咧 ，IT 嗰個電腦系統咧更加要大，先可以計算曬同埋追蹤曬咁多嘅資料。咁啊，仲有一樣嘢就係最近都幾爭議性，不過我哋即係嗰個爭議問題我哋唔傾啦。但係咧，我電子道路收費咧，亦都係需要電子同埋即係同埋你哋呢個行業要配合喎，係咪咧？電子道路收費咧就係、是、喺外國有幾多成功嘅例子？咁就譬如新加坡啊，譬如英國啊，或者舊年啊斯德哥爾摩，咁已經係用咗呢、這個電子道路收費，咁係可以講話技術上邊係已經係有個成熟嘅技術可以應用，咁而呢、這個技術亦都可以真係見到有個成效，係可以喺一啲擠塞嘅地方咧減低嗰個擠塞嘅程度。咁當然啦，呢啲係呢種技術咧，一定係有頗具爭議性嘅，即係因為佢有兩個問題啲要解決嘅。第一就係嗰個公平性嘅問題，即係佢點樣收費咧？咁係私家車收多啲啊，定係貨車收多啲啊，定係一個公共啲巴士收多啲咧？咁咁呢個我哋係唔喺度爭論呢個問題啦。不過睇到頭先聽你哋咁講，就是、IT 同呢個交通嘅物流啊各方面咧。是密不可分喎，真係係啊！因為特別係而家香港成日話要做一個數字城市，咩叫數字城市呢？一定有一個好嘅平台啦。香港已經有很好嘅通訊系統，加埋如果本身咧將嗰個成個運輸網絡化，都係變成呢個 IT 化咧，應該第時成個效率提高咧，香港嘅競爭力咧就會越嚟越好。呢個贊成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先啦嚇。過去幾十年 ，IT 成功將文字影音數碼化，而家。藉著 RFID 同埋 GPS 嘅技術，就可以將實物連接到呢個數碼世界。各位 IT 人，我相信我哋可以將香港嘅物流業帶進新一代。